什么？你说蛋仔岛的四小只居然失踪了？没错，就是这感觉。我记得你们不是还一起出去旅游了吗？这怎么突然就失踪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总之事情就是这样。哇咔，听说你找东西最厉害了，你就帮帮我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才不要呢，找东西什么的最麻烦了。哎呀，我说不如先回家睡觉，说不定他们自己就回来了呢。那好吧，还想着如果你能帮我找回他们，就给你介绍一个美女蛋来着。什么？有美女蛋？哎，找找找，我肯定会帮你找到他们的。哎，倒不如先把这个美女蛋的联系方式。去你丫的！好恶啊，他竟然还想要找其他美女蛋，看我不打死你。哎，瘦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呀。打死那个龟孙儿！哟，哎呀，这虽然接了小绿的委托，可是蛋仔岛这么大，我们该从哪儿找呢？家庭舞会可以从大家常去的地方找啊。哦，哎，小子，你终于聪明了一回。让我说，常去的地方肯定是盲盒机呀，大家都会来这里抽盲盒，那四小只肯定也不例外啊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能找回这四小只吗？觉得能的扣一，觉得不能的扣二。想必这屏幕前肯定都是扣一的，对吧 ？OK。来，让我看看他们是不是在这里呢？牙签啊，不是啊，我找的是四小只啊。你是谁呀？洒家躲在盲盒里，只会等有缘人抽到洒家。既然你抽到了我，就快快做我的夫君吧，来让我清清福啊。哎呀，总算是甩掉那个变态了。话说我们这是跑到哪里了？王卡，快看，那里有好多的人啊。哟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。新时代盲盒机，让你直接带蛋仔回家。今天的大奖是来自蛋仔岛的四小只哦。这家伙，原来是你抓走了四小只啊。兄弟们，你们说这蛋贩子是不是欠揍？觉得是的，那就帮我点个赞。你们点多少赞，我就揍他多少次。打他，打他。可恶的蛋贩子，快把那四小只交出来。这个他们已经在盲盒机里了，只能抽出来。啊，姐，不就是抽盲盒吗？我运气这么好，肯定一发就能出货。顺带一提，正好最近搞活动，出一发只需要1000蛋币。啊，什么1000蛋币？这个小子，你看你能不能借我点儿。好家伙，终于找到盲盒机了，第四小只果然在里边啊！凭我的运气，这次肯定一发入魂。来，走你！你好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一定是意外啊！这第二发肯定能出货吧？你好，不是啊，怎么又没抽到啊？我就不信了啊，直接一发10连！如果这都抽不到，我直接当场吃屎！你好。不是吧，我都花了10000多蛋币了，怎么吃了一顿屎啊？王卡，算了吧，就你这个运气，怕是全吃完也抽不到啊。哎，小子，有本事你来，你要是能抽到，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。瞧好吧，我来。来了来了，老弟，金色传说。不是吧，小子，你不会开挂了吧？看到哥的实力了吗？我不听。哇咔，小子，谢谢你们救了他们。这没什么。哎，小绿，你说的那个美女蛋呢，在哪儿啊？我给忘记介绍了，这位就是我说的美女蛋。不是，这货怎么会是美女蛋呢？他分明就是个变态呀。好，哇咔，要你天天想着美女蛋，这下子被骗了吧。我夫君，没想到又见到你，这一定就是缘分吧。来，让我亲亲。不是，你离我远点啊，你不要过来啊。